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38页啊，最后的一行，课题更二，利他得分四啊。下面第一段，妙心现实。在前面的一段最后的一行，有两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得阿弥陀佛本愿，就是48愿威神的加持啊，出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于一念前呢便有佛果、佛土啊，这一句很重要。这个境界，我们知道，最低的阶位是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些人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世尊30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实现的是这个境界。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也是这个境界，我们很幸运，确实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也是不可思议，能够在现前这个时代看到海贤老和尚啊，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
也是这个境界。在净土宗教，礼业心不乱，啊，就是教下的大开圆觉，宗门的明心见性。用的术语不一样，境界是相等的，啊，完全相同。我们虽然没有亲自看到海鲜老和尚，啊，他是去年年初往生的，2013年1月。距离我们很近，啊，我们知道这不是假的，是真的。112岁，啊，我们看到他的永世记，看到他的光碟，啊，他来为我们作证，证明什么？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跟阿弥陀佛常常见面，啊，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让他留在世间表法，啊，换一句话说，他要不是为表法，他早就往生了。这个表法就是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愿心，啊，我们的心愿再没有坏心。为我们实现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我们知道贤首过世有一篇文章叫《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过去我们学过两遍，啊，用还原观上六门一体二用三遍四德五指六观来看贤公老和尚92年的修行，相应的，啊，句句都相应，这个诸事表法功德无量啊，啊，让多少对经教对学习存有怀疑，怀疑是最大的障碍，啊，看到他一生的行仪，我们的疑惑拔除了。啊，前面说的自利德，今天我们要学的利他德。啊，利他德里头分四科。啊，第一颗妙心显示，
着重在实这个字，真实。我们看经文，得佛辩才，诸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贤士，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念老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为我们做了详细的开始啊，就是注解。我们看他的注解，得佛辩才，辩才者，善巧宣说法义之才能。啊，这里边最重要就是善巧。啊，特别是善。这个善是赞叹词。不是善恶的善，啊，赞美他，赞叹他，说法利生，啊，这种才干呢，佛法。世尊在大乘教里边给我提醒我们，有了义，有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佛说的一切法，都没有义。完全是从自信里面众生有感，佛性有因的，那佛性就是自信，就是法身。那自信圆满具足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智慧，那智慧是从自性里面出来。慧能大师开悟时所说的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能大师所说的具足就是这一句，具足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的、相等的智慧、德能啊，道德能力相好，都是究竟圆满的，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行，究竟圆满的能量，究竟圆满的相好。那相好到什么程度？
像《观经》上，世尊为我们介绍弥陀报身，身有84000相，不是32相，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放84000光明，每一个光明里面有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那里做佛事，佛事就是讲经教学。没法子想象啊，报身啊，报身里面现整个宇宙啊，啊，用佛法的术语来说，变法界、虚空界在哪里？在报身里面，相好的一分里面完全显示出来。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就证明了。啊，为什么呢？完全享受到了，你得到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在84000法门里，在无量法门当中，是一个最特殊的法门。啊，它很容易让你证得无上菩提。啊，非常容易，但是它很难叫人相信。为什么？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为什么你例外？啊，84000法门，门门都需要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不断，你决定不能提升。啊，从第一道门槛，小乘出苦，大乘实性位的初性位菩萨，一定要断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88品见惑。世尊在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5大类，说话就方便了。88品见惑分5大类，第一个身见，执着身是我，第二个边见，两边对立，不知道万法是一体，产生边界。啊，第三个见取跟戒取，我们中国人叫成见。啊，某人成见很深。啊，成见说两个，一个是果上的成见，见取见；一个是因上的成见。戒取戒，那第三个不属于上面这4大类的，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总归一类叫邪见。我们不是真知真见。这个5种见惑断掉了，就是《金刚经》上前半部所说的。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真正入佛门了。虽然是小小果、粗果、粗性味，他是圣人，他不是凡人。啊，虽然依旧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但是他在六道里头有期限的，就是天上人间七次生死。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继续修行，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不会堕三恶道，他也不会变成阿修罗。那么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七次往返要多长的时间，我们不敢想象啊，太长了。啊，天就算逃离天吧，不再往上去了。逃离天地一天是人间一百年。啊，他们也是一年365天，他的寿命1000岁。啊，中国5000年的历史，再逃离天不过1个多月，50天呢。啊，他的一天我们人间100年，5000年历史，逃离天50天呢。啊，这些我们都要有个概念，为什么？他能够帮助我们下定决心呢？修净土啊，净土修好修成功了，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问题阿罗汉解决不了，辟支佛也解决不了啊，一定是四生法界最上面的两层，佛菩萨啊，真正解决的是佛，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6级佛里头称他为相似即佛，他不是人佛。为什么？他还是用阿赖耶，大乘的标准，用真心的是佛，用妄心的最高的就是相似即佛。6级佛里头，理即佛，从理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的，没话说的啊！但是众生迷了，这个迷产生障碍啊，你自信的性德不能现前啊，你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能现前。你现在所过的是6道生死轮回的日子啊，理上是平等的，事实上不平等，6道反复啊，所以必须要有修德，才能把我们慢慢的向上提升。
啊，要真修，修是修正，修正什么？修正错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错得太离谱了，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都以为自己想的是正确的，啊，做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是佛出世，佛为我们把这个详细说明、讲解透彻，我们慢慢觉悟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真错了啊，不是假错。啊，从错误回过头来，这叫修行，修正错误的思想、言论、行为。那么戒定慧三学就是这三桩事情。啊，戒修正我们身的行为，啊，定修正我们意的行为，教修正我们言论的行为。这三个字都不可思议，三个字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没有底，啊，因为它成心，啊，完全是信德。佛法的妙就妙在此地。啊，所以佛说的这个经教没有意思。佛一生没说过一句话。啊，谁要说佛讲经说话叫谤佛，这释迦牟尼自己说的，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啊，佛为什么能出世？佛没有出世，是你有感他自然有应，你有问他自然有答。啊，我们行为做的不对，他自然现一个持戒的相来帮助我们纠正。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所以佛经字字句句没有意思啊！你要去学习呢，那它就现无量的意思。跟信德完全相应，信德在不起作用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啊。所以真心常常用空这个字来形容它，真空不空啊。啊，真空是讲的心性的，为什么不空？它能现，能现万法。啊，能大师末后一句话说：“何其自现，能生万法。”它能生，它能现。啊，没有缘，它不生，它不现，那就是空。空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啊，他能现万法，所现的万法刹那不住，相似相续。啊，《楞伽经》里面所说的自性现量不断之物，
啊，不断是相续相。啊，为什么不说它相续？因为它前面那个相跟后面相不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才能说相续。啊，不相同，念念都不相同。啊，一个念头存在的时间多久？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100兆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的次数是2100兆，就在我们眼前。从早到晚，一分一秒都没离开，我们完全不觉，完全不知道啊，迷在其中啊。那要是明了了怎么样呢？明了你就开悟了。为什么呢？你不执着它了。你晓得吗？相是假的。像是刹那生灭，这个刹那是一秒钟，2100兆次，啊，这是诸法实相，无论是念头，啊，起心动念，是分别，是执着。啊，这是心理的现象，外面是物质的幻象，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六根、六尘、六识，通通都是在这个高频率波动之中所产生的。啊，所以妙有非有，啊，妙有无中生有，那个无是自信，啊，真正认识真相了，心清净，为什么放下了？所以古达德教我们，放下就是。放下便是，只要你能肯放下，放下之后放下虚幻，虚幻呢，就用的是真心。真心在哪里？放下妄心，真心就显现。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永远没有失掉啊，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永远没有失掉啊。妄心是屏幕上的画面，阿赖耶所变的啊，所变的相，刹那生灭。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这是最先进的数码，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我每天看电视，100个生命。啊，那我们现实的环境，啊，一秒钟多少个生命？是2100兆次的生命。这真相啊！啊，常作如是观，这人也能开悟啊！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看的假的，听的假的，啊，闻到的，接触到的，
全是假的。能接触我们的根深，所接触外面的六尘，没有一样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自信是真的，自信不生不灭，跟我们现在的幻象如何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打开啊，我们在看电视，真妄都现起，屏幕是真的，色相是假的，假的不爱真的，真的也不妨碍假的啊，同时起作用。啊，真的永恒不变，假的刹那刹那在变。啊，决定没有办法掌握住的。从这里慢慢我们体现心得。真正是玄妙不可思议。利他、身口意三业，心里常常想着苦难众生，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无量劫来不能超越，苦不堪言呐！看别人，然后回来看自己，回光返照，自己也如是啊！啊，为什么先看别人后看自己？别人容易看到，别人的毛病容易看到，自己毛病不容易看到，去看别人，回光照自己，啊，就能把自己的问题统统发现出来了，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就知道了。啊，看佛菩萨，看声闻缘觉，看诸天，看善人，看恶人，看畜生，看恶鬼，看地狱，啊，自己会开悟啊！啊，开悟不了，迷得太重了，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很难回头。啊，真能放下的时候，啊，细心去关照，还原观上，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还原观这篇文章是修华严经的方法，文字不多，非常扼要。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能够得华严三昧。修成功之后，华藏世界。啊，确实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方便。为什么？没有人加持你。极乐世界完全要投靠阿弥陀佛，全仗佛力了，这个要知道啊，对阿弥陀佛感恩到极处啊，啊，真的是他来救我，除他之外没人救我，释迦慈悲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我认识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慈悲，异口同音，也是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
诸佛如来称赞弥陀，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到基础了。佛没有私心，总是想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你不相信，不相信再开别的法门引导你啊，开八万四千法门，开无量法门来接引你啊。到什么时候根熟了？什么叫根熟？你对于经宗、对极乐世界能信、能发愿、想求往生，这叫根熟众生啊。根熟，佛就只教这个法门给你。你看海贤和尚根熟，他似乎真正了不起啊！啊，什么都不教，就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乖乖地念了92年，没拐弯呢，没有怀疑过。他成功了，而且成功非常快。师父交代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也做到了啊。这种表法就是给我们现代人说的啊，开悟了，如果你说，别人说你胡造谣言，妖言惑众，不但不听你的，可能还要伤害你啊，还要判罪。啊，你妖言惑众，扰乱社会治安，可以判徒刑。啊，这就老和尚说的，不能说，不要说。啊，老老实实干你的本分事情。海贤老和尚的本分，种地。从小他就在农田里面长大的，所以对于农耕他是专家。他虽然没有去学过农业啊，跟老人学的，没有一样他不会啊，特别是在这个年代，农耕好啊，可以帮助很多苦难人呢，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救济这些人，好事情。这是这个时代，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人家都欢迎你，都喜欢你啊，你给他们带来现前真实的利益。啊，所以他92年的表法，表些什么？那种善巧方便，细心去观察，去学习，利益无量无边的。啊，这个贤公有没有得佛辩才？有。有没有诸佛贤行？有。啊，偶尔露一下，
大家也没在意。啊，你问多了，他笑笑，笑而不答。啊，所以善巧宣说法义的才能，老和尚也善巧，真的。啊，而且用身体。举止动作，从这些地方显示，啊，要会看，会听。那么这次净音书所谓也能辩了，啊，辩是能说，了是明了。啊，也能够辩了，愚能猜巧。啊，言是一个字，愚是一句话。啊，说得非常恰当，简单明了。又嘉祥大师的《法华书》里头说，俗即应机明辨，也含文采明才。啊，便我们现在所说所谓的反应啊，现在般讲反应很快，这是变，变的意思。啊，言语能应机，啊，迅速应机，很快能应机，这叫辩才。啊，会所里的说，也能开惑，开始开始，或是迷惑，啊，一听明白了，觉悟了，这是辩的意思。随机巧妙，这是才。所以语言没有定法，啊，完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无不皆出于甚至。三书之中啊，此书为上，此书是会书。净言书、嘉祥书，说法了没有会书说得好。会书是日本经宗的祖师说的，啊，这是解释辩才两个字的意思。下面又举净言书为如来得四无碍智，如来有无碍之智，心无碍之四辩，啊，这是佛学名词了。四辩、四无碍智，佛学字典都查得到，啊，很难得，念老把四无碍辩揭露在此地，
第一个，意无碍品，意是义理，为了知一切诸法义理，通达无碍。了是明了，知是觉知，一切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义理都通达明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晓得，我们看起来有人说这做不到，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够通达明了，啊，今天科学家这世界上都认为这最聪明的啊，能够把宇宙的奥秘它能够发掘出来啊，现在这些量子力学家都是世间所谓第一等聪明人啊，他们从高深的数学发现问题，然后再用科学的技术去解答，去证实啊，所以科学第一个是要怀疑，不怀疑就不能发掘问题啊。科学家提出个问题，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对他怀疑，他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再去发掘它。用科学仪器来观察，来证明。啊，四百年这个问题一代一代接触来追踪研究啊，到最近这20年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明白之后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说真话，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啊，跟佛法相应了。而佛法说色有心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全部证明了啊，他们费这么大的力气一代接一代搞了400年才搞清楚，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比他讲的还清楚。科学家佩服大乘佛经呢啊，佛怎么知道的？佛没有用科学方法，没有用数学，也没有用任何仪器，佛用禅定内功啊，唯有向内用功
不要向外，向外就是科学，就是哲学，向内这是佛学、神学，才向内的。向内最重要的信心，决定不许可怀疑。向内是找自信，那么佛跟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目的是什么？明心见性。大学里面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第一句话把宗旨说出来了。大学之道学的是什么？在明明德。明德是名词，就是本心、真心、法性。佛教名词很多。中国古人称明德。明德现在不明了。我们迷了，那我们要学，学的是怎样把明德再找回来。所以明明德，上面那个明是动词，只要明德了，明心见性，清明止于至善，那是自然的事情，法而如是啊。清明是什么？就是佛家讲的大慈大悲呀。以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待人民呢，那就是佛菩萨了。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止于至善。佛经上讲的善巧方便，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把中国本身的文化提升了。明德是自信的体，本体里头本来就具足无量智慧德相。清明跟后面止于至善，那是用，从体起用。至善，此地讲的无碍辩才。所以他了知一切诸法的义理。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中国教学讲求悟，大悟彻悟的人很少，大悟的人就不少了，大悟就很管用了。小悟没有大悟，小悟，小悟可以说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生活得非常幸福自在，决定得到的。
自利圆满呢，利他有些办不到，但是自利是圆满的。啊，怎样他会圆满？他看破了，他放下了。啊，像佛法所说的，出国须陀洹，大乘初心位的菩萨，他把身心世界真放下了。啊，破了身见，我放下了；破了边界，所有一切对立都没有了，不存在了。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他有这个观念。啊，他的人生很幸福，很自在。啊，我们常说的看得破，放得下。啊，他不会自寻烦恼。啊，得真实受用。啊，所以中国人都想读书啊，为什么？这一种清净幸福自在，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啊，这个不分贫富贵贱，通通都能得到。啊，得到之后，你命里的富贵，你会安于富贵。命里面贫贱，他也安于贫贱。这个安很重要啊，安分守己啊，清净心现前。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大智慧、小智慧啊。换一句话说，他不造业。他懂得积功累德，他知道端恶修善，啊，谚语又所谓了：今生前生修的不好，我知道了，好好修这一生，来生就好了。人不是一世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他明白这个道理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绝对没有说没有因他得的富贵果报，没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修自己的因啊，自己的命不好可以修，像了凡先生啊，他的命是不怎么样，但是遇到云谷禅师教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命运就改了，寿命都延长了。他没求长寿，他命中寿命53岁，他74岁走。延长20年了啊，命里没有儿子，得有个好儿子啊，第三代好啊，他儿子生了10个儿女，所以马上就变成大家庭了，很热闹啊。啊，他自己的这个一生啊，做官，做多大的官呢？是一个知县县长，四川很小的县份，他在那里做县长。
啊，没有功名，功名像现在的学位一样，他只有秀才，没有举人，没有进士，这命里没有的。啊，断卧修善求功名，结果考中举人，考中进士，这命里没有的。啊，没有儿子，有儿子。啊，孙子不有十个。啊，那么他做官，做保底的知县。保底直接属于皇上管的。这地位就高了。啊，好像现在直辖市市长。啊，这都是说明。真正明白道理的人，一昧只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就行了，然后看你的回向，看你的愿望，我想干哪一行一定很顺利。啊，你没有修功德，佛法里讲的善根福德因缘，你要没有修起，干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好事干不成，坏事也干不成。啊，坏事也是前世修的，前世不修，你们命里头没有啊。啊，比如做官贪污。你贪得的财富没你有的，如果超过呢，超过会出事情，祸害下来了。你命里有多少财富，啊，古人对这个东西相信，现在不相信，现在认为都是我有本事。啊，不相信因果，不相信积德，啊，认为功名那是争来的，啊，竞争、斗争是这么得来的，竞争、斗争还是有个命在，命里没有，你斗不过别人，你争不过别人。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世间的事实真相。啊，那么义无碍边，一定是明心见性。他对一切诸法全都明白了。为什么见性？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所生所现，那你见了性，对于一切法不可能不知道啊！啊，一切法的性相离世因果全通达了，海贤和尚是师父交代的，不准说。如果师父要跟他讲的时候，明白了就可以说，那他是一代真正的大师啊。他说法如同佛说的，他没有障碍，像慧能大师一样。无论什么经论，你向他去请教，他通通讲给你听。啊，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
啊，这是我们晓得，环境不一样。释迦牟尼出世那个是印度的环境，允许他以佛身出现在世间。啊，慧能大师出现在唐朝盛世，啊，五祖给他印证之后，当时社会环境，他没有地位，没有背景，所以五祖忍和尚叫他去避难，他到猎人队里头，在那个里头藏身15年，替猎人看守猎物，为猎人服务，啊，15年，大家对这桩事情渐渐淡忘，他出来了，啊，禅宗兴旺起来了，世尊的末法，啊，他是在末法的第一个1000年，续佛慧命。我们现在距离能大师1000多年了，现在社会人的观念跟从前完全不同了，以前有基础，啊，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扎根的教育，有伦理道德因果，啊，圣贤教育，现在全没有了，啊，再要兴旺起来，你就知道多困难。啊，用什么能行？一定要得到祖宗的庇佑，三宝的加持。如何能得到？真修真干。啊，假的可以骗人，不能骗鬼神，不能骗佛菩萨。啊，这个道理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发真正的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菩提心。以真诚处事待人接物，别人欺骗我，不放在心上，我不欺骗人，你才能感化别人，啊，才能建立道场。道场不是形式，是自己的德行，是自己的智慧，是自己的辩才。
啊，义义理，这是无碍辩才的根。二呢，法无碍辩，为达一切诸法名字分别无执，这个就是读书。彻悟的人全通了，一样得到，四样全得到。啊，彻悟不容易。那么小悟大悟，就是要读诵。啊，广学多闻。啊，广学多闻有个原则，古人讲得很好。不能自度，要想度人，无有是处，没有道理。啊，所以一定先求自度。有自度的能力，就有度人的善巧方便。啊，自度呢，要一门深入，常识寻求。走戒定慧这条路，这条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走的一条路，没有例外的，我们要记住啊，走老路，前人走过的路，不会有差错，不走的路，自己新开辟一条道路，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么净土宗来说，真正念到自己有把握往生，你在度化众生放心啊。为什么？我有我的去处啊。外面境缘不会障碍我，华严经贤首过师教我们无止六观，那是戒。那无止第一个离缘，境界为缘，不能攀缘呢，随缘不攀缘，攀缘那跟那个缘就接上了，那个东西是六道轮回的果报，善缘三善道，恶缘三恶道，啊。要离缘，不受境界影响，如果受境界影响赶快走。第二个，绝欲，绝是断绝，欲就是无欲，财色名食睡，七情五欲要把它断掉。啊，第三个，用现在话说，海鲜老和尚常说，自然的好啊。啊，什么感应稀奇，别求他，离他远远的。啊，一切都是自然的好，法而入实。啊，第四个，无念。第五个非相，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无念，
念佛人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看到的听到的统统不要放在心上，你的心没有受染污，你的心没有障碍，你的心清净，你的心平等，清净平等就照见那跟佛菩萨一样境界，照见呢。我们现在不是照见的，我们就是连上了啊，眼见色，眼跟色连上了，心就被染污了啊，耳闻声被音声连住了，六根脱离不了六尘了，被六尘污染，被六尘障碍，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善业的力量大，三善道受报；恶的力量大，三恶道受报。搞这个东西去了。随着无知是解，六观是看法，佛怎么看这个世界，菩萨怎么看这个世界，菩萨看这个世界万法皆空，真空观。这个观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观能见性。真空不空。他遇到缘现象。现什么？现万有，能生万法，万法是妙有，妙有是有而非有，不是真的。妙有的包括佛法，佛法也是相，佛法也是妙有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用佛法，心上不要被它染污。你要有执着，佛法染污你；你要有分别，佛法会障碍你。所以马明菩萨起心论上教给我们，学佛怎么学。不要执着言说相，看经文；不要执着文字相。文字是言语的符号，我们要用它，不受它的害。执着就受它的害了，分别也受它的害了。要用平常心去看待，平是平等心，常是清净心，去学佛。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是佛为教学方便而加立的。正是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名字不是真的。
啊，是人给他命名的。不执着心缘相，心缘你听了之后，你读了之后，哎，想到他这什么意思？他没意思。我们都有个毛病，读了会想他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我们的意思被他引出来了。啊，这就是凡夫，佛菩萨心里空的，如如不动，怎么引也引不出来。啊，我们别人一勾引的时候，你看欢喜马上就笑了。不欢喜，脸上面色又挂出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你随着外头境界转啊，都不虚空啊。所以读经，读经目的在哪里？把妄想读掉，不读经打妄想啊。读经心专注在经文上啊，妄想慢慢就离开了。用意在此地，那我们去研究经理意思，不就又打妄想了吗？所以佛告诉我们，经没有意思，你要用它的话，它有无量意，这个我们明了。你看一部经，自古到今古人给它做注解，大概金刚经的注解最多，有几百种注解啊，那就几百种的意思啊，我们都可以参考，通通不能执着，执着就上当了，就错了啊。起心论这三个方法妙绝了，理言说相，包括立文字相、立名字相、名词术语、立心缘相，只是去读它，根本不要想它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思自己出来了，这可以，这感应。啊，也不必去把它记下来，用不住。心越清净，这个现象越多。清净心。生智慧啊，佛经会把你智慧引发出来啊，六道凡夫的时候会把你烦恼引发出来啊，可见的。同样读的一部经书，一部论，每个人感受不相同，这真的不是假的。随着你的心清净平等这个程度，反应不一样，它有无量意，所以越读越欢喜，天天有悟处，天天看到不同的这样，你才会对于经典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世间的典籍做不到，佛法他做到啊，大小乘经典都这样，这妙不可言啊。这个法第三呢，慈无碍变啊，慈是言辞，于诸法名字义理随顺一切众生，书方一语，为其演说，能令个个的结果。佛法讲堂，这个演讲，从前李老师常说。这叫大讲堂，
这大是什么意思呢？跟一般学校不一样，学校讲堂的听众，学生程度整齐的，啊，小学讲堂、中学讲堂、大学，它整齐的，也好讲。大讲堂是吧？这里面的听众程度不整齐，有小学的，有中学的，有大学的。你要讲到个个人都听懂，个个人都欢喜，这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对小学要浅熟，啊，对那些的真正在做功夫的要深熟，所以前身搭配的非常巧妙。深处有浅，浅处有深，这就不容易了。啊，佛门的高僧大德都有这一套。啊，是不是学来的？不是的，学不来的。学只能学一个方圆，不能学得巧妙啊。巧妙是你的心得了，心得是真诚心流出来的啊，真诚与心得感应啊，没有真诚与心得不感应，与阿赖耶感应啊，这是佛法所说的。赞叹如来说法，能令众生个个都能理解，都能生欢喜心，都能得真实受用。啊，我们讲的是心灵上的感应。啊，第四，要说。要是喜欢爱好啊，喜欢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这是演啊。他看了之后，他有疑问呢，向你请教，你能够把他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让他真的听懂了，他有感受了，他想学了啊，这叫要说，为随顺一切众生，根心所要，闻法而为说之，圆融无碍。啊，根性不相同。啊，说法确实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我们讲了一生，从来不敢说，为人言说，不敢。啊，什么样心态呢？做学生的心态。啊，下面听众都是我的见学。都是我的老师，我在这里做学习心得报告，抱这种心态啊，啊，为什么？按照古人的标准，我们今天上不了讲台。古人标准是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才能生足啊，讲起你才能著书进门那么这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听老师讲解，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我要上讲台。我从普里参与还是毛普离开之后，
道台中啊，清净老师收留了啊，刚好台中联社成立一个经学班，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啊，开办教学呢才一个月啊，台中的班一个星期上一次课，三个小时，每个星期上一次课，所以一个月大概我是四次没听到，前面四次，第五次的时候我就老师就叫我去看看，我不敢呐。老师说你去看看，好，我跟老师一块去看啊，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我看老师在教学啊，我看这个老太太老居士林堪志，我记得我那一年31岁，林堪志大概60出头，他的孙女儿都在小学当教员，林堪志60多岁，我们同学年龄最大的，成都小学毕业，我看到他这样子我的胆子就大起来了啊！再一观察同学当中一半以上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有几个不多，大学毕业的没有，只有朱飞居士他念过大学念过一年就休学了啊，李老师的经学班程度就是这样程度啊，用的方法是很笨拙的方法，就是佛讲啊，老师怎么讲的你上台就照他那个样子讲，不准增加啊，不准自己意思掺进去啊，漏掉没关系啊，不可以再增加啊，最好是能做到不增不减，用这个方法啊，老师告诉我这个方法是自古以来世世代代相传的啊，古时候没有开办教学，那么讲经的法师怎么培养出来的？听经佛讲，学讲经的法师都坐在讲堂第一排正当中跟老师面对面啊，你听这一座经到第二天你把老师这一个小时这堂课跟老师一模一样把它讲出来，长时间的熏修就行了，他就能上台讲了啊。那么这样的复讲的方式我们的心里很踏实啊，不会把经讲错，错是什么？老师讲错，他负责任啊，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不依照他的方法去讲呢，讲错了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方法是很笨拙，但是效果非常显著啊！我在那个班上我是旁听生，因为我最后去的，排列的顺序是按先后，我的名字在最后啊，要排到我的时候大概得2年
两三年之后才能拍到我。啊，所以我是旁听者。啊，那我的长处呢？记忆力好。我听老师讲一遍，一个星期之内，我上台去讲啊，可以讲到九成，不会低过九成。这是学讲经的好材料啊！啊，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啊，他讲的我都能听懂。啊，那么老师叫学生叫他们上台讲经，一次是两个人。啊，实际上两个人都是互相。啊，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讲国语，一个讲台语，好像有翻译的。其实他们的讲稿是完全相同的。啊，那我在这个班上，我有这个长处，就是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啊，老师教一个，我在旁边全学会了。我上台肯定比他讲得好，信心十足了。啊，在没有出家之前，15个月，我学了13部经，13部经我都能讲，而且都讲得很好。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啊，白胜法师，他在石浦寺办了个三藏学院。啊，我在那里讲教一门课，啊，我这个台中学的13部经，在三藏学院里头，一个学期只能教一部，他3年毕业，6个学期，我教了6部经，还有7部没用上。我这个心里头对于佛学院就真的很感慨了。啊，我在台中1个月学一部。啊，你看15个月我学13样东西。在佛学院3年6年都学不出来。啊，所以星云法师邀请我去教学。佛光山刚刚开辟，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当教务主任。我在那住了10个月，跟他意见不合。啊，我不赞成佛学院，我说这个东西劳民伤财，教不出来。啊，他那时候也有6个老师，我们3个出家人，还有2个是3个在家居士，唐一玄居士、方伦居士，还有一个叫樊贝的，也是一位在家居士，出家他一个。我一个慧心法师，我们3个人。啊，我那时候给他建议，他学生有130多人，3个人一组，啊，可以分成将近有40个组的样子。啊，一组呢专攻一部经，期限呢10年。10年之后，这40多个小组答对者，就有20多位法师出来，他们讲经绝不在我之下。啊，那10年之后啊，佛光山的
这些讲经法师出来了，这佛光普照全球啊！啊，他不答应，不能接受，他这样不像学校了。我说学校培养不了学生，私塾能培养学生。啊，他不能接受我的，我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我就离开了。啊，今年前两个月，我在台南住了几天，有朋友告诉我，星云法师现在感到后悔。啊，正好那个时候，44年前，我们两个同年，那时候44岁，现在88岁。啊，回想44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要是密切合作，他把我抓住，我一生在佛光山教学，培养不少讲经法师。语言不成熟啊，非常可惜。啊，第二次的缘分就在新加坡，我们办短期实验班，办了5届，1届3个月，专修1部经，办得很成功。啊，1届就修1部经，学生个个都能讲。啊，我们那个时候希望这个办成功，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正式立一个佛学院。啊，那么也是一个语言不成熟，我也离开新加坡到这边来了。这边来了，我劝大家啊，我们的光碟留下来的很多，同学们如果一个人专修1部，10年决定有成就。这10年过去了，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贪多就不来，不能专攻。啊，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这就不行。啊，一定要发心，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学观世音菩萨品，就学菩萨品，我一生就专讲菩萨品。中国大陆有几千个县市啊，每一个县市讲一遍呢，讲一圈回来，人都老了，100多岁了。讲普门品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了，讲弥陀经的就是阿弥陀佛啊。啊，一个地方讲经不要超过1个月，讲完再换地方。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讲。自己决定往生净土啊，无论哪一部经一门深入啊，自己都把它回归净土，净土法门广大啊。你看看3倍往生最后一段，慈州大师判的一心3倍，那是什么？学大乘的人，甚至学其他宗教的人都可以，只要你功夫成片，有这个能量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临终10年都能往生。啊，同学们一定要晓得，我在台中学经是一门深入，啊，同时学2部经，
老师不答应。我那十几路，一共30多部小部经，我是听老师讲的，我一听就会。啊，可是我主修的是楞严，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他星期三讲，我星期四晚上复讲。我的听众6个人。啊，3年如一日，我在这里扎的根，楞严扎的根。啊，华严我听一卷，听老师讲一卷，第一卷。第一卷听了之后，后面会通通能讲得下去了。啊，所以一精通，一切精通啊，专太重要了。啊，我学楞严的时候，那个3年，专在楞严上。不转不行，一定要转。啊，这个下面说圆融无碍啊，接着看下面，上表诸大事，切欲甚至。啊，这是根。啊，甚至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得无碍之辩才。善因根基，广宣妙辩，故曰得佛辩才。啊，下面真解更进一阶云：若以根本教，但说一字，也能得佛辩才。传如来如舌言故，不但此菩萨耳，凡夫说也同祝福辩才，赞扬佛慧功德开花设放有缘而已。真解里头这段话意思很深，现在时间到了啊，正好了，他说到这里说一个字，也能得佛辩才，也能大彻大悟，海贤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真正是非常难得啊！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在这一句佛号上，老师有法眼呢，有慧眼，能认识人呢。啊，什么样的人是当机的？老实、听话、真干，这种人就是当机的人。他要遇到高人，传他有法术，肯定要不了几年，他就成就了。啊。没有成熟的人，他心是动的，他兴趣是多方面的啊，他不知道在这根本的德行上扎根啊，因为想广修德慧，这变成障碍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真正深入一门，那小部经很容易，自己一看就懂了。啊，那是接应大众的，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讲什么。啊，有个10几20部这个基础了，这小部经没有障碍。啊，但是大经是根底，啊，一定要在大经上
下功夫啊，然后才能够贯通啊，要戒行相应，学了要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自己真的受用啊，教人人家相信啊，人家不会怀疑。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